玩转海南，快乐无限。本期趣动极限为您推荐：博鳌海上极限跳伞、五指山红虾路漂流、热带雨林溯溪运动、白石岭飞拉打攀登、文昌乐骑汽车摩托车运动公园。来吧，让我们一起感受生命的无限精彩。博鳌海上跳伞是中国目前唯一实现了在海上跳伞的项目，体验高度达到了13500英尺。开伞前的50秒自由落体，能让你像飞鸟一样翱翔天空。博鳌也因为这项运动的开放，成为了世界上八大跳伞圣地之一。大家看看那个小飞机在那里哦！哇，等一下我也可以坐上去，哇，好期待哟！这家海上跳伞俱乐部位于博鳌机场内，没有任何跳伞经验也不用过于担心，因为全程配有专业教练陪同。如果想要体验这项刺激的运动，只要提前3天以上预约即可。当然，对于空中的游玩方式来说，海南不止这一种，滑翔伞、直升机、热气球等等，都能让你跟天空有最亲密的接触，俯瞰这座碧海蓝天的美丽岛屿。来到海南，在中部地区的热带雨林峡谷中，也有惊险刺激的玩法，比如接下来的峡谷漂流，它全长3.8公里，落差约100米。2个小时的漂流旅程带给你的不只是尖叫，还有沿岸两侧的绝美风光。在海南神秘的中部山区，有什么样的项目值得我们去体验呢？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哈哈，那我现在就告诉你，那就是惊险刺激的漂流。走啦！哈哈。在这片热带雨林峡谷中，景区还发掘了许多具有特色的娱乐项目，步步惊心、勇者之路、星空露营等等，都能让你更加沉浸式的体验这片雨林峡谷带来的户外运动魅力。如果想要更加野趣一些，穿梭神秘雨林的游玩方式，你完全可以勇敢尝试一下。来到海南岛的琼中，爱好者们开辟了许多像这样的徒步溯溪探险路线。在经验丰富的领队和完善的保障之下，你能得到的是真正的野外求生之旅。你看，遇到这个水流又开心了。对，这真是体验到了什么叫3路18弯。所以这个徒步啊，就是说沿着这个溪水走，还是很有意思。从登山运动中独立出来的溯溪运动，是一种沿着溪谷逆流而上的户外探险运动。在海南，这种户外运动颇受人们喜爱，因为它不仅老少皆宜，而且能够令人身心愉悦。我要下水了啊！他们在这里挑战所有被河水冲刷下来的巨石，他们也在朝着能够让自己开心的方向前行。另外一处飞檐走壁与河谷中的溯溪非常的相似，他们也在与巨大的石头较量，也能获得同样的愉悦感。海南白石岭旅游区位于海南省琼海市嘉吉镇，它有着琼崖奇异、海南第一岭的美誉，也是海南一座天然地质博物馆。若想登高领略绝境，我们有必要进行一场翻山越岭的考验。菲拉达是意大利文 Via Ferrata 的音译，又称铁道式攀登，而菲拉达路线是白石岭在海南省唯一独有的主打项目。要不要一起来感受一下？当你登高望远之时，扶风而来的空气和眼帘下的美景都是自由的气息。200公顷的竞技赛道也能带给你自由的味道。位于海南省文昌市的乐骑公园，园区内有3种不同道路：沥青试驾区域、直线加速区域、原生越野区域。这是一处能够带来快乐的激情园区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体验到的什么项目？除了摩托车之外，还有汽车。对，我们这种叫 UTV 啊，简单来说就叫沙滩车。那我就先尝试一下这个4轮了吧。
果觉得不够，还可以骑上越野摩托车在专业的赛道上驰骋。每一场户外之旅都是一次心跳的特别体验，可以在高空，在悬崖，在雨林秘境，在最美公路。在海南，你一定能够找到自己最喜爱的运动方式，享受户外运动的自由与随性，刺激与野趣。